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是绑在角落上的重量物，等一下，这个是绑在角落上的重量物，等一下我们就绑在它的脚上，还有这一根跳绳，等一下我们把它的脚给捆起来，让它进来的时候跌倒，这就是我的目的，这样过去做吧。 哇，真的痛哦！不要骗我，你也是痛哦。屁，真的是给他打，你是不是要痛啊？我丢片你，你看看你会痛啊！<笑>我是惩罚你睡到那么熟吗？睡到熟有错呗？没有。要不要失眠啊？好了好了，这也是一个整人的实验罢了嘛。好，谢谢你的合作啊，下期再见。